你拉我一下呗，拉我。不是，他跟我都开不了，兄弟。啊？他跟你更是开不了的呀。我用 Steam 登不是，录。发房间号，房间号发那个叫什么直播间，随便进两个。发展烟幕，先来喽。这里有个无法参赛的兄弟，爆能器落在 B 区，我把它关了。二走，我们走。逆天，走，还剩一秒逆天，我操，大哥，这对面感觉对面这五个会被投资圈一拳打死。我收着技，我会收着力的。现在感觉可以，一千七，这是天走。梯匹配是吧？这是天梯啊，就是天梯，不优先吗？加分的。对啊，优先啊。那他妈怎么打呀？这900分的呢？不是，对，都别带包，对，鬼区千战万别斗，带。歼灭模式。哎，你们不守 B 对吧？哎，我操你妈右边！我直接去了，能不能搜？哇，兄弟，喂，我觉得对面有炸鱼的，现在鬼局是不是在对面？我也觉得对面有炸鱼的，对面的第一名应该是炸鱼的，兄弟，他秒我好快。好准。你们是 C 我加，操，兄弟，他，你看对他的吗？手套。买我命了，要是。哇、哦，作弊！不是，哥们儿，这第一名这个，这人，这有点准吧都。听说你们两个都是打5E PL 的，不会打不过1700的情况下，兄弟，我队友人起了把眼睛，我起个对小甲根了。这是那个，这是上方躲在 B 的那个。怎么哇！样？他什么东西啊？兄弟怎么样？他太我操，这低了信息呀！有没有用，兄弟？牛逼牛逼牛逼！我看了，我也看了一下头像，我也看了一下了。你们 ECO 了对吧？对吧？你们没有长枪了对吧？你们这把没钱了对吧？我来杀一个，我来杀一个，我来杀一个。你们是 ECO 对吧？哎，他们放着歌了，下班吗 ？A 门 A 门 A 门，行 A 门 A 门，快谁去杀？我来，没有你了，去。你们 ECO 了对吧？你们 ECO 了。我0-2-0000。这必须得想一个适合你的台词，到时候打沙特的时候给你 P 一个那个黑白的。我想想，你PUBG 适合啥呢？小 A 的，你们想拿我当底座，对吧？空投落了，对吧？我操！空投落了，你们是空投对吧？空投落了，对吧？哇，兄弟，眨眼，眨了一下眼，他他都活出来了。你的中门就得直接给他掉，你知道吧？就不能让他过，给你演示一把。你得穿一个，给你演示一把。你说，你来。给我狙一枪。来。狙的呀。来。是不是穿一下？掉，是不是穿一下？确实确实。你看他掉，帅！中上了，中加了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这儿，我。我感觉你跟鬼狙一个造型啊！A 门，A 门，A 门。没办法，刚刚在 PUBG 受气了。哎，被打了，被打了，快杀吧！我感觉你一个造型啊！我说这话你要搞直播去吧，兄弟，你干个他，这抖音还能有人能治得了他吗？主要是一般不是治不了他，是遇不到他。
兄弟，你再这么说，杀蓝海得找你了，真的。没事，凯哥，你那个什么怎么回事？掉！我操！不是你老，你有点鸡贼呀、啊！你老是在我后一秒开枪，你有点畜生啊！我等你先开枪、啊。这个满级。往他上面。我永恒之家给捡了。兄弟，他这 ID 是什么呀？这是鹌鹑，这是什么 ID 啊？右边窜的呀！我操，很能隐忍，右边这兄弟。看我让给，我打他99兄弟。右边这兄弟给他很能隐忍。不行。我行了，我每把捡一个你八滴血的，真的。我感觉对没人去，每一把捡绝打毙了。走啊！没人去毙了，我操，中压了，中压了。哇、哦！快走！兄弟，我帮你丢闪，要不？啊！你也不耐，兄弟，说句实话。鬼刀。小包。没打没接。开小了。鬼狙兄弟，鬼狙兄弟了，妖狙，我的妖狙，鬼当你墨镜儿呢，鬼当你剥了头呢，我操兄弟，我打你已经爆了。我操，是对吗？铁铁，是对吗？铁铁，下去了。第一分段，你要素集全了，兄弟，大主播，一万多在线的主播，给他送了。来枪，来枪，没来的。哎呦！哇，给他送个五杀，爽！哇！装给忙了。我能装逼吗？对喷，喷子对决。哇！我操！这也干出来？你这局打多了，兄弟，你真的你提提强度吧。熊掌妹子你打多了，兄弟。熊掌妹子，我感觉 CS1 能把他忙死呢。你这个实力来了就得搬，就得被搬，直接被搬。有没有太会玩加一头？有没有熊掌高分局？有，但是你来估计也略有碾压，我操！哎我操！加一组不太会玩。我操！哎呦！这哎 ，CS 二的局数比 CS 一的难忙一点。对 ，CS 二局比 CS 一难忙。鬼当也干了，鬼当也干了。不行了，要不完美，要不玩别的了。现在这打完这心里都过意不去，真的，我是会难过的，我是打中是真的会心里会过意不去的，懂吗？确实，中路直压，中路直压，走，中路直压，我们去熊掌妹家加一局。真不行，真要被踢，真要被踢。你这阵我得被骂死。叶之秋，你都带了些什么人回来？我操，兄弟，不是故意的，这两个人都真不是故意的。全 K 的呗。漂亮。
子儿。A 的，给他整死行吗？整死他行吗？能整死吗？能做到吗？宝宝来了，宝宝来了，宝宝来了！宝宝一个好勾。哇、哦，打完手枪局高估了，兄弟，吃饺子了。兄弟以为逮到炸鱼的了，这他妈，我操，兄弟，脱分狗。吃鱼。脱分狗，兄弟，三点，脱分狗，兄弟，带着957分人打，加了3.58分，兄弟，真打不了，兄弟，这种打了太过意不去了，真的。我说3.04真不行。